这一次呢要介绍给各位的是秋季食材居家料理，道呢叫做醋溜莲藕芝麻饼。那莲藕主要我们在选购莲藕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摸摸看，闻闻看，然后呢再给它看一下颜色。那记得挑选一些比较肥胖的，然后让它这个莲藕的这个纤维丝呢，可以让我们这个口感呢会增加脆度一点。那我们里面用的猪肉还有一些虾泥，把它打成内馅之后啊，再晾上这个莲藕，然后下去油煎，那煎好之后再淋上我们特调的这个醋溜汁，就非常好吃的一个秋季食品。